记得以前夏天的时候，我们总带一些面包到花园等待太阳下山的时候，那时候许的愿望全都会实现。爸妈离开的时候，你勇敢地开口说你还有我，明明前几天我都还牵着你的手在街上走。如果有一种信仰能够让你好起来，我愿拿一切来换，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？我愿意牺牲一切，只为了让你好起来。